第一次写信给你，没想到就是一封遗书，希望你永远不要收到，哈哈。突然想到，如果你收到这封信，就代表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你写了些什么。嗯，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，有很多话想说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能跟你在一起，很幸运，很幸福。 想跟你说，你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，一直武装自己很累很辛苦，我会心疼。如果有一天我因为救人而死，请你一定要忘记我死时的惨状，因为我是壮烈牺牲，是很帅的，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事了。 重要的是，我爱你，请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我相信，未来我们一定会在更美的地方相见，到时候你应该很会煮鱼汤了吧？ 易阳。